我知道我会再见到他，我是凭感觉知道，但我没想到我可以这么平静，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所见到的东西早在五年前我已经见过，今天我亲眼再见突然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是我五年前没有，虽然结果是一样，毕竟五年的时间过了去，我改变了，他亦都改变了。好冇食啊啲嘢，梗系好食啦，我整嘅喎。嚟，过嚟睇 B B 啊。嗯，好啊，我过去。嗨，真系你啊！是啊，我结了婚的了。你呢？我未。我刚去法国回来而已。我未说过我们会再见的。我们好像没见五年了。五年。先生，你冇事啊嘛？你有冇搞错啊？点揸车噶你啊 ？CID 啊，车牌身份证。唔好意思啊 ，Sir， 我唔记得带。车牌身份证都冇带啊？翻差馆先讲。阿 Sir， 你俾次机会我，赶住救命噶。人人都咁讲噶啦，你救咩命啊？我气流煤气啊，明明佢会有事噶。咁你唔早啲讲，坐过去啦，落车啦。咩事啊 ，Sir？费事你衰得赔罪啊！我揸车啦，带路啦。我真系有预感，见到屋企漏煤气噶。你话你屋企漏煤气，咪咪就嚟死，全部系你嘅预感，仲睇到添。真噶 ，Sir， 我讲真噶，我咪咪真系就嚟死啊！唔该，你快开车啊！好，我信多你一次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告多你一条阻差办公罪。你知唔知明会有事啊？喂，你冇常识噶，漏煤气仲揿钟。我冇带锁匙啊，唔该你啊。咩话？仲要我撞门啊？唔该你啊，明明就嚟死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行啲先啦。喂，真系漏煤气喎！明明，明明你喺边度啊？明明，有冇事啊？嗯。喂，真的好劲！好在醒目，识上嚟房咋？如果唔系，唔知点算。咪咪就系佢啊！诶，经 Sir， 唔该晒你啊！喂，其实你信唔信？佢又话有咩预感能力，仲话可以睇到嗰啲将会发生而又未发生，但又可能发生嘅嘢。唔系噶，我信噶。嗱，如果俾我遇到咁嘅女人咧，我一定发达，唔使多，我只要佢话俾我听，啲银子升几多，跌几多，咁我够赚啦。你同哥，我话俾你听啦，如果我系你，我一定马住佢，千祈唔好咁搞。上次为咗救同只狗啊，仲有手铰声都甩埋啊，仲嚟咩？经 Sir， 经 Sir， 哇，唔系送俾我嘛？吓，嗱。所以话咧，日头唔好讲人，夜晚唔好讲神，即讲即到啊，老友。经 Sir， 送咩嚟噶？喂，唔好搞啲咁嘢啦，差馆嚟啦。咩搞咩嘢啫？你救咗我咪咪啊嘛。喂，经 Sir， 哇，好威喎，收花喎。威喎，救咗我咪咪啊！我自细凑大佢啊，佢有咩？
呢度系差半年，你老公突然翻嚟，咁想靠我先。我嚟多谢你噶嘛。心定啦，走啦，走。靓女，你想报答佢啊？唔使啦，报答我一样噶咋。我系佢同事辣鸡啊。嗱，听日五点钟准时公效，我而家做嘢先 ，OK？ 总之有你着数啊。拜拜。喂，喂。Miriam 啊，你话你嗰啲预感咁叻啊，不如你帮我预感下个股市点样走啊，等我发达。股市啲嘢我唔系好识噶。喂，丽鸡搞边科啊？咩搞边科啊？呢条财路嚟噶。嗱 ，Miriam， 你唔使理佢噶，你睇到乜嘢你噏出嚟，究竟系升定系跌？97，冇死你呢次，97啊！嗱，我发达先，你哋慢慢倾啊，拜拜。你同事啊？傻嘅。喂喂，经 Sir 啊，我是 Vivian 啊，有个女人想跳楼自杀啊。有个女人想跳楼自杀？应该是在一些旧楼里面，大概是三楼咁上下啦。我在梦里面见得很清楚的，如果要找呢，我们一定找到的。发梦啊？不是啊，我不是发梦，我真的见到的，你信我啊。喂，你有没有看现在几点钟的？有什么预感的？听朝再跟我说 ,OK?经常我讲真的。喂喂，经常哇，不是吧，7979冇搞错啊！又话9797，等我掟晒落去，完全唔掂啊！直明啊，你老友话俾我知噶，9797啊，而家得翻7979咋？我成份本抌晒落去噶嘛，你教我而家点啦？你唔使理佢噶，你老友啊，信唔过啊，搞到我而家你睇血本无归啊，砸死晒我嘅钱。经 Sir， 你信我啦，我睇过好多书，好多 video 都系讲预感噶。你就系睇得太多书，睇到 video 啦，搞到成个人都黐咗线咁。嗱，你真系信埋我呢次好唔好？我信你会死噶。你唔信我咧，个女人就真系会死啦。你明知个女人会跳楼自杀噶，咩都唔出去救人，你点做差人噶？而家唔系我唔去救人啦，系你自己揾唔到咋。我明明系见到噶噃。咩事啊？又嗌交咯，三日唔系两日又嘈噶啦。你又话去打牌？咁我去打牌啊？就系呢个女人啊，喺间屋啊。系佢啦嘛。系啊，快啲。喂喂喂，咩事啊？你边个啊 ？CID， 我怀疑呢度有人跳楼。冇啊冇啊，两公婆嗌下交啫。差人喎，差人大晒啊！咁得闲啦，捉贼啦，唔好嘥晒纳税人啲钱啦，黐线噶。走啦，过住啊！老公婆日都嗌交噶啦，成日都咁，
知啊，离你咁远，又嘥晒你啲时间。算啦，嗱，你又唔好胡思乱想啦。唔通我预感失灵？其实咁咪仲好，做人知道咁多嘢唔系咁开心嘅啫。嗱，起码负担重咗，人又辛苦啲，你话几唔好咧？前面唔知系乜嘢，咁样做人先有挑战性同埋有乐趣噶嘛。你讲得几有道理嘅。做咩傻咗啊？乜你都有预感咩？我份人咁麻木不仁，边有预感啊？下啦。点啊？系咪成个开心咗咧？系啊。就啱啦。你老友啊，又有虚嘢打铁你啊！呢边喺度做咩啊？见到你就好啦，真系呢件衫啊！你今日唔好出街啊！你信我啊！我发梦见到你咧，着呢件衫、呢条裤、呢对鞋啊！你会受伤，你会俾人打，你唔好出街啊！你信我、啊、今次。你讲啦，又系你嘅预感啊嘛！你嘅预感，我两个嘢啦，九七九七啊嘛！你真系要信我啦，你听我讲啊，你一出去就会有事噶啦。你听我讲先啦，我真系约办案，第日先倾啊。喂，喂，你翻车管睇地先啦，我过今日 check 收到。慢慢用。喂，师啊，而家啲恒指升到九七九七咯，你冇买到啊？冇喎，升得咁犀利。唔系啩？啲人睇得唔准，阿劲啊！劲 Sir， 小心啊！走开啊！点啊？你冇有事啊？我讲个病人点样啊？佢而家冇事噶啦，你可以上睇佢。唔该。其实都唔知点解，当时我净系谂住你唔可以有事，你真系唔可以有事。结果有事嗰系你自己。咁咪应咗呢个预感咯。但我冇想到你为了救我。何生够钟换药了，我来上去啊。我来上去了。Vivi 啊，做咩啊？定晒神嘅？冇嘢。咁你喺度等我。嗯，好啊。
的一声声，因为你的解释只感染惯例，就算然被你蒙蔽，仍没法对应你的虚伪。真心相依的关系，你不应多番口头作弊。就算是心醉着迷，仍是要把这份爱摧毁。你若爱他没有问题，再别要跟我维系，再别说谎一生一世，然后叫我再一次悲催。我知我哋而家喺埋一齐会好开心，但系跟住落嚟嘅事会破坏我哋两个人之间嘅关系。我好珍惜目前我哋所有嘅嘢，所以我决定离开。我要大家都记住呢段日子，一段唔算长，但系好开心嘅日子。唔该晒姑娘，唞下。Vivian， 你入咗嚟嘅？我谂我要同你讲再见啦。点解？我要翻去法国啦。决定得咁急嘅，唔紧要啊，我打电话俾你啊。我都唔知道我会去边嘅。咁你去边度写信俾我咯？我唔习惯写信嘅。咁我有假期即刻去睇你啊！我真系唔知道自己会去边嘅，你点嚟睇我啊？放心啦，我哋会再见。咁你即系话仲会翻嚟香港噶嘛？我等你啊！你等嘅唔系我。你讲乜嘢啊？我咪讲过好多嘢，今日我哋控制唔到嘅。好保重。Vivian，原谅我离别过你，感激再给机会我，从头做起，一切为你，盼有好的结果。情从未改变，年月最清楚。外面的不要误会，从亦不是我。我永始终是我，然而学懂温柔得多，仍够抱歉，情话直言直说，期望许可。我永始终是我，从未谈会唱爱歌，只不过爱在真心依然是我。期望你明白到我，不知我当天是错，从头做起，今去认错，盼说声可以么？仍然极相信能令你清楚，爱你的心已认定，从未相别过。其实真冇谂过咁突然喺度见翻你，坐啦。冇咩话突然嘅，嗰阵时我咪讲过我哋会再见嘅。你睇下一个人嚟嘅，其实佢有啲似你嘅。
太子，不过佢冇我预感能力，你同佢一齐，你会开心好多嘅。其实你早就知道噶，所以离开我咯。我早就知道嗰个唔系我嘅，不过见你而家唔开心，嗰阵时我决定都系冇错嘅。我先走先啦，倾咗好耐啦。Baby 啊，有冇电话搵到你啊？日出嚟倾下偈啊！如果系有缘嘅话，我哋都会再见。咁不如你，拜拜。拜拜。睇下 B B 啦，喺度扭计啦。我阿妈，我阿妈都话我好细个嗰阵时好曳嘅。快啲氹下你个仔啦！等我抱，等我抱。嚟嚟嚟，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啦。阿敬，我好开心可以识到你，虽然到最后我哋都冇喺埋一齐，或者呢啲就叫做缘分，但系咁又有咩紧要？因为曾经失去过，我哋先会知道更加珍惜而家所有嘅嘢。呢一种何尝唔系另一种缘分？再见阿敬，希望你永远幸福。